绍的关键字。台铁希拉雅号。新的一年，新的开始，但新年新愿望从来没有实现过。元旦正式公司化的台铁，不出意外果然又有新话题。台铁跟观光署合作推出的主题彩绘列车希拉雅号，三天前从台南正式启动。它就是我们的恋爱列车希拉雅号。红白相间的 3D 图文编织成象征台湾灯会的放射状光芒，车头缓缓进站，搭配大片红色放射物，这已经超越中华民国美学。近看是毛衣，远看像鸟集，我看要是有人吐个槟榔扎上去，可能都不会有人发现。顺车边是真的很好看，车头的部分可能就是那个角度不对，是真的很像，很像槟榔集中这样子。每个人网友他的想象力，有人说像吐槟榔汁，有人像两极的，那没关系，都通通都来，因为反正它就是一个很引起讨论度很高。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呢，我就想到要帮我们的列车加上一件温暖的毛衣，就让大家在视觉上有温暖的感受。有一些网友呢，他们看到车头的感觉好像是鸟集，其实我想那是因为大家看到画术模糊的一个情况。设计者李明道不仅是台湾的教父及唱片设计师，也是500的专辑设计师，2017年台北市大运艺术总监，台南400年活动主视觉设计。这次操刀帮列车穿毛衣，想象是美丽的，画素是模糊的，希拉雅族则是满头问号。希拉雅族跨地部落联盟表示，列车上的图文不是希拉雅族传统图文。根据这个原住民的一些秀舞的部分去做发想那跟我们希拉雅族的这个秀舞是没什么直接关系。这台希拉雅列车跟希拉雅族没什么关系，只是以希拉雅国家风景区命名，主要行驶于嘉义屏东区间，预计只开到4月30号，欢迎各位铁道迷把握时机一同搭乘。我已经很兴奋了安安，我是 Joey， 你过得还好吗？我过得不太好，因为老额特搜又被黄标了。还不快动动手指订阅我们？现在老额会员新增金额急剧，每个级别并没有实质差异，但我们会收到你的满满心意。我们也会在会员频道放上额边的日常及花絮短片，赶紧加入会员，支持我们创作更多内容。我好爱你。一年义务义入营。我们决定从2024年起恢复一年期的义务役。考量全球战略变化，区域安全冲突升高，隔壁的胖虎邻居还会时不时来关照几句。小英总统决定在卸任前送给全国高中生一份大礼。2005年后生的同学们，恭喜兵役加码到一年。谢谢蔡英文，我觉得我的台湾价值都提高了。保家卫国，人人有责，台湾价值从小养成。送给全国青少年的惊喜包，终于到了拆礼物的时候。昨天首批一年义务役报到，第一梯次共670名新兵入营，准备享受生命中最充实的光阴。这次要喊加油，终于长大了，很高兴了。因为一年来讲的话，比较像在当兵啊。对啊。平常之前四个月，你觉得是？那个感觉好像是进去度假的，还是会多少有一点点小紧张，那心情有点忐忑。但是来到神功岭之后，就是发现这边真的都很井然有序，然后长官也没有说像之前听前辈说的这么恐怖。没关系，说实话，不要怕。刚入伍的第一步就是要熟知说话的艺术，跟习惯服从长官的奇幻命令。你各位好好看，好好学。兵役正式从4个月提升到一年，专业除草的勇士们现在必须扛起更多责任。令人回味无穷的传统自枪术，将近阶层近战格斗训练。役期间的实弹射击数量也调整为不低于800发，新训则从5周增加至8周。为期8周的新兵训练将分4个阶段进行。第一周以军人核心价值基础体能以及战技训练为主轴，2到5周以步枪、手枪以及机枪的射击以及机械训练，还有战斗教练基础。6到7周模拟战场实景，强化夜间射击能力。最后一周进行期末检测，检测项目包含体能、战技、步枪、舰地射击，以及3天2夜昼夜连续综合战斗教练。刺枪术是我们近战格斗的一环。担任卫哨兵的时候，碰到暴徒来对你袭扰，大家都多注意你的枪支，这时候刺枪术就很好用啊。现在刺枪是以战斗对刺为主，有其必要性，这是一个基本技能要会。我们还是会保留的，这是进阶战斗里面的一环。
吃，天天都是吃。就算当兵心情不愉快，也不能让心情受到委屈。如果新训期间测验不合格，在结训时无法取得专长证书，下部队后就领不到10190元的专业加级，月薪直接剩下10130元，还会失去荣誉假的权益。听功呗！好消息是，只要你补测成功，失去的福利就会回到身边。10薪8块半的时代过去了，现在保家卫国还想劳健保，政府每个月在帮忙提拨6%退休金。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福利已经帮你准备到位，抗中保台唯一品牌首选，想签下去的各位永远不嫌晚。师长，给他一张志愿留影表，叫他马上填。报告长官，我不要。我不要。人生可以黑白，但是不可以迷彩。如果我爸早4个月射，我就4个月兵。去年底突然变成1年的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民进党好棒棒，这是义务啊，认真讲是义务，但就是不会到这么想。那如果薪资升到多少，你会想到当爆这样吗？薪资如果最低薪资也要到吧？如果我有选票的话，我一定不会投执政党。我觉得他没有考虑我们的感受。在那叫什么？快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随时掌握最新动态。